哥，这啥？别跑了，咱把钱还给小宝不行吗？我好不容易从他身上骗来的钱，我为啥要还给他呀？啊，我为什么要还给他呀？你打算怎么办呢？没看过电影吗？我要装病进医院，过了这个风头应该就没事了。那能行吗哥？咋的，你在质疑我的演技吗？没有。赶快回家啊，找到保险箱，把里边的钱给我转移了。记住啊，密码68。几个八？68。几个六？68。几个几？68。这密码也太难了。外星人攻打地球了。我这你咋的？密码又忘了？没有，我嫁给那头。外星人攻打地球了，杀呀！外星人攻打地球了！啊，攻打地球了！外星人攻打地球了！啊，攻打地球了！啊，我是灭霸！啊，对对，你是灭霸，是灭霸啊！怕！哎呀哎呀，害怕呀！哎呀，进去吧啊！好好养病啊！我会回来看你的啊！听话啊！哎呀，两个怕。我是灭霸，一个响指我让你们都没呀、啊！一二三，啪啪啪啪啪啪！怕怕啥呀？别装了，都看出来了。你是个正常人吧？难道二位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哎呀，二位少侠。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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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门！喊我吴英强，我靠！哎呦我的妈！大哥，好厉害的吴英强啊！这脑瓜子给我踢的，真厉害，大哥啊！还是有病吗？对，说谁有病呢？啊！哪有说你有病的？我说你这个吴英强啊！踢的出神入化、嗯、那脚法那速度啪啪啪啪啪帅咋的刚才我这无影脚你看着了看着了多少号鞋我都看着真看着了看着了你真看着了我看着了不是我这无影脚你真看着了、嗯、我看着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这无影脚大哥没看着没看着吗没有这我就放心了恭喜大哥呀无影脚你练成了不对呀咋的他撒谎没撒谎他撒谎你是不是撒谎了我大哥我对对对我没撒谎一个人撒没撒谎我有办法能撤出来啥怎么整诚实的人撒谎捏他的鼻子不疼哦诚实的人捏鼻子不疼对我这就诚实他不疼看、啊、不疼看不疼看、啊、还不疼哈、啊、还不疼那个、啊、别动得我掐哎哎呀疼不疼不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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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不疼哎呀看来这孩子真没撒谎啊大哥既然你无影脚练成了那我就练练我的无影刀好看来拆擦拆拆拆拆擦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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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好无影刀拆擦这刀拆这刀拆干啥呢挨刀呢你傻呀我还没出刀呢你这不无影刀吗别人都看不见无影刀你有病啊还无影刀我说此刀叫无影我要砍你大哥干呢喊的起来吧我们哥俩呀只是吓唬吓唬人不打人啊对哎呀还不打人那不打人刚才咋还踢我呢、啊、刚才是踢你了但踢你疼吗咋不疼呢、啊刚才踢你疼吗不疼一点都不疼我告诉你哥们儿俺哥俩就吓唬人绝对不打人但是哥这屋里可不一样了有一个人他打人可老狠了对
谁呀？嘘，他来了。Thank you。知道我是谁了吧？教官好。听说今天来了一位新人。说你呢？啊，过来。啥？过来。对，我不跟他玩。我告诉你啊，他可有暴力倾向，你要不过来一会儿揍你啊。新来的吧，教官好。站好了，立正，不说一，那是一吗？是啊，哥们，没报过数啊。我站这面，我是一。那你咋不喊呢？一，我说开始了吗？不说一。二呢？他没喊，你打我干啥呀？我这不问你呢吗？你咋不喊呢？打个嗝嘛。一，我说开始了吗？我说一二三，哥们你大点声啊，那么点小声谁能听见呢？啊，你聋啊？你咋那么欠呢？我都听着了。队长，选我这个。后边别动，后边别动，哥们你俩别动啊，后边别动，后边的别动，后边别动，别的后边，我上后面，好，站好了，小钻、啊、好面熟啊，行吧，这个钻立正，后边别动，别动啊，后边别动，后边的别动，后边别动，那能别动？停！你不愿动吗？无影刀，你上前面去。你站！打他！打那个无影刀！后边别动！打那个无影刀！你能不能别动？打那无影刀！我打那无影刀！打前面那都不动，就你动啊！我看谁没动！这不是我们家小鸡吗？鸡鸡鸡鸡鸡鸡！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鸭吗？滚！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鹅吗？哎呦！哎呦！哎呦！什么玩意儿？这咋回事啊？他家藏獒叫小鹅，藏獒叫小鹅。对。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鸡吗？鸡鸡鸡鸡鸡鸡。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鸭吗？滚滚滚滚！呀。这不是你家大鹅吗？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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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咋回事啊？藏獒叫小鹅，他家大鹅就叫大鹅。对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鸡吗？鸡鸡鸡鸡。呀，这不是我们家小鸭吗？呱呱呱呱。呀，让让让让，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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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这不是我们家烤鹅吗？烤鹅？那咋演呢？还咋演？烤鹅得拿火给你烤了。对，啊，教官呐，我着火了！你真着火了！我是一团热火，着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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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着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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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快着火了！全散开！别闹！别。大夫，我跟你说啊，我没有病，我就是为了讨债我来到这儿的。大夫，你放我出去吧。好，那个我知道，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了。我知道你啊啊，好好的啊啊啊！哎，三位专家辛苦了，辛苦了，三位专家，让你们装病人来检查他的病情。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他的病情怎么样了？他这个病啊，确实很严重，
他总认为他骗别人钱呢，这是典型的妄想症。我们三个回家好好研究研究，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放弃他的。又犯病了。啊，那我知道了，三位专家，咱们到别的病房再去看看。好吧，辛苦辛苦，好好养病啊。小笨呢？快来，听话啊，好好接受治疗，听见没？去吧。你咋来了呢？啊，哥，我放心不下你。你有啥放心不下我的啊？那个三个专家都让我给骗了。回老家了吗？回了。保险箱给我找到了吗？找着了。钱转移了吧？没有。为啥呀？密码也太难了。那密码多简单呢，六个八，六个八，六个八。没想到套出你们的密码还挺难呢。我们都是小宝雇来的私人侦探，我们演这出戏呀，主要是骗出你们的密码。对，哥，密码太难了。哎，别演了，人都看出来了。玩了半天，你们几个给我设了个圈套啊。好，我认。哎呀，既然认了，赶紧给我出去取钱去。走吧，走。站住！不是你们五个病人不吃药不睡觉在这干啥呢？啊？哎，你们仨搁哪又整的衣服啊？给我脱了！玩会儿，玩会儿，还有你们俩吃药睡觉。不是，我密码都说了，我还没带他们去找保险箱呢。啊，我密码还没记住呢。你们五个是在逼我，我现在马上给院长打电话，取消你们自由活动时间。哎呀，喂，院长啊。我建议取消他们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不听话。好的，我知道了，院长。好的，嗯。哎，春姐呀，你老弟的病情啊，越来越严重了。你说咱天天陪他玩儿，也没有啥进展呢。太辛苦大家了，尤其是崔大笨，还得说脱口秀，还得陪他演戏。哎呀，春姐啊，咱都自己家人，应该的。嗯，那个姐啊。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那个我们就上班了。行行行，行吧，那赶紧各忙各的啊！哎，辛苦各位了，走走走，走了。好。哎呦我，院长啊，你可算是来了，这都是好演员呐！啊，这人物角色的表演都太精彩了，深入人心。这一次又一次的反转呢，你说我都没看明白，真是要感谢大伙啊！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精神卫生康复中心啊，为台下的这位患者演出。我呀，啊，你看看，笑得多开心呐、啊！那本人就代表我们欢乐东北风，祝愿这位患者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同时，也祝愿在场的所有好朋友们财源广进，万事。如意，好！感谢各位演员的精彩演绎。那么好，这部电影到底谁有病？彻底杀青！梦境。